是挂的当上官了，茶馆门馆不定是的小神这儿是神他就灵干，你可得干好啊。这个你放心
把手伸过来。你少没这个心。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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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歪了不是啊？嗯，接着我给你戴上。咱俩这事儿啥时候办呢？你说呢？你我说，你我说你。嗨！嗨嗨嗨嗨嗨！这黑灯瞎火的干啥嘞？哎，我说办证了吗？哦，是村长啊。嗯，不是，村主任。对对对对对，村。哎呀，叫村长不更顺口了。哎，韩哥，那你是先在这里忙着啊？他是咱兄弟俩，就能上钟。你祝贺老九哦，哎，荣升啊，是吧？九，有的是，管你个狗熊不认铁招。走，爷。爷。爹。你弄了多大个差事，那连饭都不吃了吗？说啊，跟你爹做的啥好吃的？嘿嘿嘿，俩光棍在吃上挑骨着蛋呗。我早就和你过够了。看看看看，这两口子又赶上账了。对不起，给我上人了。你哪一宫啊？宫还没嘞。还说，你说介绍熊娘们儿能要吗？狗子，你甭不要我，我还想等着你嘞。呀，不过了，不过了，离婚。啊，离就离。走走，那我先穿上衣裳。你别想进这个门。哎呀，还说还说，你看，村来村，打里盆说盆，打里碗说碗啊，你先让他穿上。不，就不。你就不怕把他弄出个好歹来？都是活该。那。我给他拿去。
这还铁将军把门了。这么着吧，我狗子，你我上半截，我下半截吧。我说春来，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你问问他，我问你，我什么我？有脸你就说呗。啊，说呗，我。我，哎，哪个我有理难呀，难呀不想说。地上磨，一天到晚愁老婆。闲来没事搓两把吧，哪知道搓了他那个麻烦我。说远长放屁。汉叔，我是说他是等我说春来，你吃他也别脸，你汉叔也烧着我，我都多成个蛋了，我都啊。汉叔你等着我，那来我的，你等着我，你等着我。汉叔，你看，汉叔啊，讲究着吧。好，哎，那咱俩换了吧。哎，拉倒吧你，咱别斗也斗。哎，我刚才。到哪来？哦，他说怨你呀。汉叔，甭听他胡说八道。汉叔，你是不知道啊。装了、啊，那你干，你看我敢不敢？
哎呀，哎，出人命了！咋？咋呀？啊，不打了？嘿，动不动就闹离婚、论劈腿，有个想过日子的样子吧？是你还过？过。他说这个事你甭管，你也管不了。什么？我呀还想试试呢。你能管了他？你听我说嘛，这个理儿啊，哎，胡同上的师傅明白着，三岁的孩子也动好脑，包子不口大不响啊，一摸脑袋真要使劲的敲。哎呀，你可别光听那老婆打死你啊，还说甭理他，说好开口子还差的巧，这冷冻疗法实在高，他两眼发直嘴发直蹦蹦哒哒的吃多巧，吃多巧呀，还是俺哈叔疼俺嘞，他管你？哎呀，俺哈叔就是好。其实他呀不容易，为赌钱呐，为赌钱不做事，二八招。你这可不说，哎呀，光说，能啊你。你赌钱你不说，谁说啊？还说，还说你。是的，狗子啊，一半压多少？这，也就是三十二十的。收，收。收啊你！还收啊？说个千儿八百块的，你还叫钱吗？还叫？啊。还说你，还说你，该忙啥忙啥去呗。哎，还说，来，哎，看好，哎，继续说，哎，继续说。叫小翠儿先别闹，房前你还说话絮叨。这是文吗？是往里填钱，填就填呗。那填没了咋办？卖屋啊。啥？卖屋？卖屋？啊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呀。填没了钱呐，奔着忙把屋拆墙买房。这是啥话？实话。躺着房钱真数少，还咋着？不是还有俺儿媳妇吗？公子，舍不得孩子逃不浪。你这是人话吗？你咋瞧什么公子？干坏事儿你！条件一般，你这不是拆了那个家，毁了那个家吗？小看热闹，告诉你吧，我不赌了，不提了。叫啥？
咋？不离了？不读了？不读了。哼，再读公安局就给你留着玩了。你叫我能熬不？你看你，我就好你个刘汉叔啊！阿彻，我操！我还等进城办正事呢。村长，来来来来，咱们瞎抽开牙。不抽。你放几会儿不就行了？俺那宅基地。你还宅基地？把你婆婆都气跑了。哎呦，这能光怨俺吗？俺那个婆婆。王里村闺蜜约了。等挂上孝敬星再说吧你。你俺还不愿意高兴吗？看俺婆婆请都请不回来呀。那是你没找到正夫。正夫？谁是正夫啊？你要不快找去吧。赵金月，哎呦，对周堂，哈哥。没上吆喝啥、啊？锁啊，恁爹呢？啥事吧？这不，俺吕主呢去相亲，人家女方问有新房子了吗？可这基地呢，村长高低不平，说得挂了心才给办。那你就挂呗。可，俺吕主他奶奶不是跑出去？不回来了吗？哦，你是让俺爹去劝劝你婆婆。哎呦，对对对，劝他赶紧回家。知道尿性，甭睡觉啊！哎，你，媳妇儿，你这是这好婆事，叫来找俺爹。哎，算了，你这是。你爹咋牛不金贵呀、啊？爹，啊、你还把着烧呢？干你的活去！爹，去！哈哥，来来来，爹上，将军爹、啊，元帅的也不动了。你就让我喘口气儿吧。哟，我去给你请大夫。哎，别别别别，咋碰到难题的头了？是呢，你俺吕主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要是没块宅基地，找个媳妇也耍不。不啊，是啊，也不为小弟能想起老弟来吗？你，哈哥，这么说，那可就冤事了。可，还冤？啊！哎，哈哥，你。
闹到这份上啊，我怕也管不了了。哎呦，哈哥，你快下坐。哈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俺吕主大小腿脚就有毛病，找个媳妇容易吗？再说，俺那俩孩子，孩子咋了？是大的给我要媳妇，二的给我要奶奶呀。再教不会俺婆婆，俺那日子可咋过呀？哎呀，你都管不了了，你我有啥招呢？哈哥，俺求你了，哈哥！别！你跪我不白搭吗？这巧对儿啊！有病就医，千莫乱打针儿。水涨下月，才能去病根儿。倘若不打也不闹，你婆婆，你婆婆咋能不进门？接他了。嗨，这老姑是为了那块儿该死的宅基地嘛。也是。去了地，好盖屋，盖了屋啊，娶媳妇。娶来了媳妇，你得找大夫啊。你想啊，前有车是后有车呀，小弟跟着大弟学，你不得找着个媳妇吗？啊，年轻的时候不也跟那猫似的吗？有你管不了的时候啊。这找大铺，找大铺边啊。娘，哥，你就甭敲的俺了，
俺错了，俺这回婆婆去好生伺候还不行吗？真的？你不是说小点学吗？好，就冲你有的这份心，那我去试试。哎呦，哈哥，俺就等你这句话了。不过，你还真得拿出个样来。那是那是。还有，你得先去请到圣旨。圣旨？啊。丁勇吗？是谁的？
这可不是真心话。婶子，哎，不想孙子了，家总归是家呀。哟，喊拖着个病身子，你咋还往这里跑啊？哎，不要紧，一时半会儿的还了不到。你别颠倒，你这个人呐，疼都疼不进去。哎，别光说我了，哎，先说说婶子的事吧。啊？啥事啊？好事啊，婶子，待会儿乔真就来接你。老韩啊，是你撺掇的吧？啊，不不不不不不不。这会儿啊还是乔真他自己。我还不知道他。哎，那人是能变的呀。可不，越变越不通人气。哎呀，婶子，过去的黄历不能翻，翻来翻去的过错了年，乔真来了，哎，我让他背你回去。他背我啊？那的太阳从西边出来。哎，孙子，你得按我说的去试试啊。待会乔真来了。那可装不了。哎，孙子，你孙子。娘。
好喝待，我没有怜悯活在世上啊，有人戳金梁啊，谁呢？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乔真可是是阴是阴呀？乔真，出来了吗？婶子，你那孙子啊，今天下上职了，赶紧。老汉
儿吧唧的，那鬼点子还真不少。乔治那娘们儿多拿他呢，硬是让他跳跳的，跟那水毛驴儿似的。那狗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咋着啊？不也成了好孩子了吗？嗯，这好插手的事儿，村长也罢不了啊。也就是人家老韩，哎，你也叫本事，管上别人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村长，回来了。村长，乔治那块宅基地批了吧？招商引资还不够我忙的吗？哎呀，你看你就去他屁里边。老韩，你说的算啊，还是我说的算啊？你还吃的强一点的嘞？走，找你去！你给我走！你放手！你走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走！你放开我！你你走！你走！哎哎哎哎哎！干什么、啊、老韩，你看看你那老，你看看你那老，松手，松手。为啥？哎呀，还为啥？俺那刘西的菜穿着火似的，啥样胡子给俺啃光了、哎、他胡说。你那点菜呗，刘西的没有啥可面，那大白菜长得和那蛐蛐菜似的，哎，那才值钱嘞！我一媳妇一闺女，你赔，你赔，赔你个屁！说，他把花市那羊都打全了，你可是不二山羊，2000多块钱一只啊！那羊也就是不会说话呗，你咋就这么狠呢你？哎，也得是他穿的快吧。两棍子没打上，跑的那只贼傻样，气得我提鞋撵吧，差点把命搭上。我是他的小孩啊，唱过一声没有影，我早就扒了他的皮，开了他的膛，不要再我再要那枪呀。孙儿，老韩，你管吧，你管吧，你副管吧，你不能偏心一点。好、啊，那你打吧。哎，我副管，我副管。好，这事啊，我，孙儿。你就别掺和了，爹，去。哼，羊啃了菜嘛，一句话说到家，你不对。咋样？你别掺吧，你把俺那羊给打伤了，你咋说的？上的羊嘛，那句话说回来，哎也不对呀，哎，那还能扯平了吗？你那点菜不一样，成花钱值三十，啥？哎，值三十钱。行了，成天懒在这井里爬吃，比你那草买吧，也比你那菜值钱。我也不能值三十啊！哎，不要啊！不愿要可莫后悔，两头这边一方腿。呦呦呦呦呦呦！
呦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你可亏上哪里？可亏？还拿银子嘞，爷不复胖啊！啊，我先去点上。这是给羊吃腿。哎呦，这里要腿了，有这里要腿了啊！不要了，也不要。你呀，你有钱你就拿吧，反正我是不赔他。他身子羊啃的人家的菜，你还没给人家道歉了？给他道歉啊？他那个羊呗，咋我那样咋了？今天你要是不老老实实的给我赔不是，你那样拿仨翘腿，说不定拿啥都断了。你我咋我还怕你给我拉锅说吗？大来子拉呱儿，你大篮子，拉呱儿，哎，他谁子？哎，他谁子？他谁子？他谁子？你他谁子？他谁子？你就和他，你一块欺负我吧你！哎呀，他谁子？羊啃的人家的菜，能不道歉吗？冲他。我就是不道歉，你也就不论理啊？你说啥？你不道歉这事能了的吗？你再这说的，谁让你给我好了呢？你咱不得告诉他吗？你这也快当官太太了，是吧？哎呦！老汉。
Thank you.
你婶子他不让我下去，你呢？苏儿，快把你爹拖下去！哎，等等，论死我是你爹，论功呢我是调解员，正在现场办公，懂了吧？哎呦，爹，你可真是个爹呀！爹呀爹，你太荒唐，不老六十你学爬墙，青天白日你成啥样，你不怕中间新房我都给你布置好了，哎，就冲孩子这份心，我上来，你接着，接着，哎，接着，哎，嘿嘿嘿嘿，哎呀，爹，爹，阿哥，爹，阿哥。爹，你快醒醒啊，哈哥！爹，哈哥，哈哥，你快醒醒啊！爹，哈哥，对，还活着呢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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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伤在哪里啊？哇，你还得去给人家道歉呢。那还算是差不过你呀。